来来来来，看你酒量可以的。今天争取醉倒在桌子上。幸会。嗯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嗯，吃点鱼春。好，这个鱼春，这个拿多大块一点。嗯，好。啊，沾一点这个。嗯，这个会壮阳吗？不会。胡说八道了，哪里有壮阳的东西？我说这个壮阳这回事根本就不是吃的嘛。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事情，是你的脑子想出来的嘛？其实最性感的是头脑了，就是，真是，嗯。其实食物背后都是社会心理、政治结构都有关系的，都有关系。对，那比如香港，香港的食物跟它背后的社会心理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？我做了这么多辛苦，我吃一顿好的可以不可以？嗯，拼命工作要发展，不安心，就是要。要回报吗？要回报吗？要不然我干什么？这种心理，特别功利的这种、efficient， 各种要 efficient。其实华人还是非常压力。哎，真的是到现在还是。但我觉得这点是中国人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中文化里面从来不真正的尊重自由。而且其实普通人也不觉得，因为自由很痛苦的呀，自由要 very painful side。所以我最想做的就是拉丁民族嘛，我认为获得最快乐的是拉丁民族。那么我以前很忧郁的，不开朗的人，后来我一旅行了，我就知道，哦，原来人家可以这么活的。这是大概什么时候？哦，一开始了，我十几岁已经开始旅行了。对，去日本。尤其去日本之前，我到马来西亚啦，到很多了。去日本的时候我又去韩国了，后来又因为拍戏的关系什么地方都去了。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些马来少女开了水龙头，围着一条沙龙就在那边洗头发，微微看到胸部，哇，那可性感了。啊，你有多少个女朋友？我几十个有吧。蔡先生，你要如实交代。一年一个不过分吧？那六十一个总是有的。有了，最少吧。哎，帮他解决问题，我的制片人。交女朋友要练习啊，不是说马上就交到的。怎么练习呢？丑的照杀。杀久了以后你就成为专家。那漂亮的跟着来了。哎呦，好佩服你啊。我还是小毛，十几岁认识了一个比我大的女孩子，我就喜欢她，结果把她弄大肚子。哇。那就是说要我爱他，我说我哪里可以爱你。我说这另外一回事。后来女孩子也没纠缠你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就去日本了是吗？去日本跟这个有关系吗？来来。16岁的蔡澜在日本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，两年后他系统学习电影，回到香港后成为邵氏的知名监制，与金庸、黄沾、倪匡并成为湘江四才子。你最长一顿饭吃多久啊？好几个好朋友一面吃一面聊天，都聊到天亮嘛。年轻的时候我很明白，所以你那本书里面写的我很明白，那些大学生活啦，那些所谓的忧伤，都很明白。那我们都经过那个，那时候大学时候写的太早了。不，我写的很好，写的很好。因为我看书喜欢所谓的作者论啦，就是把他的所有的书都看完，那么才叫做看书嘛。
当然就做很多的，像我这种就很难。对啊，200本怎么看呢？对，不过我那个很好，很容易看，很正统又不是正统，所谓文学又不是文学，所以那些什么艺术界、文学界一定把我评出去的。他们不认我，他不知道怎么归纳。他们说，我说归纳成洗手间文学好了。嗯，一次看完一遍。你如果那天吃了四川火锅的话，就看两篇吧。我觉得你那个是明末小品文的延续啊，应该是那种感觉啊。对啊，包括鲤鱼啊，那些他们那些东西，应该是您最喜欢那种生活吧？最喜欢，最向往。对啊，所以某种意义上，其实您也是看起来生活在现在，其实也是非常生活在过去的一个人。都会吧。文人都会这样。嗯，对，其实您说这个，我想起这个事情，这个问题我本来想放到最后来问您的，现在我觉得可以聊了。不要紧，随便。对，我就说聊完了又回来。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。就是很多时候，我觉得享乐，我不知道他是对现实的反抗也好，还是现实的逃避也好，他可能都是同时发生的。比如在明末清初做鲤鱼这样的人是一种选择，但是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享乐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呢？在任何时代都可以，想通了什么都可以。问题是想得通想不通嘛。还有最大的问题是你敢想不敢去想吗？有些人让你去想都不去想了嘛，在笼子里面关了太久了。对对。那如果选一个朝代，你想生活在什么时候？选一个时间和空间，还是现在？因为你现在太容易得到资讯，新的技术太多给你学了。我一直学 internet， 那学这个学那一个了。我现在很矛盾呢，比如这么一个手机，它看起来有很多自由，但其实变成个 prison，new prison， 你不当它是就不是。但实际上很多人已经是了，是不是？人家不管，你要很明白这一点，你这一点最重要，你要出来，啊，真正的自我，真正的出来，不管，对吧？我跟您吃完这顿火锅就变来了，很过瘾的，变的。而且我常常读你的书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这样，因为你常常看别人，你很少看自己。我后来开始看自己了。对对对对。因为我说我做人不断的学习。我在墨西哥，我跟一个女人什么都不懂，但是她上完床以后聊天特别坦白的嘛。哇，他跟我讲，我们家里，你不要以为你们会蒸鱼，我也会蒸啊。原来墨西哥会蒸东西的，我不知道呀。他教我墨西哥的饮食文化，他妈妈做什么什么，把我带到他家乡去。我在墨西哥拍戏的时候，看到炮仗，烟花要买来放，他说蔡先生不可以，这个是死人才放的。哦，你们死人这么欢乐，是很欢乐。我们常常死人，因为我们人很短命，我们医学不发达。对对对，我们还有一个死亡节，有对，我是死亡节，对对对对对，很大的嘛，很大，像狂欢康利堡一样，是那个，对对对。所以他们了解死亡，他们接触，他们拥抱。什么时候开始对死亡开始注意的，或者说开始想这个问题的？战争有的印象就是，忽然间嘣一声，一个炸弹炸在我们屋顶上。我甚至我妈妈说跑啊，拉我去防空壕。我们潮州人甚至要吃红鸡蛋的嘛。红鸡蛋，对。这跑又看到那个蛋黄，抓起来丢下去一口，差点啃死啊。我到现在还不敢吃鸡蛋黄。哦，真的。
哎，我开始想关于死亡为什么要过得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这样，那么就一直看死亡的书，大概你在其他的地方也看过。我说学习怎么活很重要，那学习怎么死特别重要，很重要，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去谈的，所以这是特别大的问题。就不老是不面对，不面对，对，而且整个的人就不成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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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问题来，大问题。都有不同的人物，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看法。对，你自己的思想是怎么样，你就往那边去走，可以改变的，不是不能改变。只有什么改变得了呢？只有享乐主义改变得了。但我觉得你骨子里没改啊。其实你本质上没改的，本质上很难啊，很难。其实，等于是您父亲那代，其实也应该蛮苦闷的吧？那一代五四青年们，他们到南洋去，然后那种有他们的苦闷，有他们的思想。对，我父亲的笔名叫刘北岸，就是从那边看中国是北边的。特别喜欢古体诗，但是他又认为是说要突破，所以他写新诗。对对，但是他的新诗是押韵的。就那时候我也写文章了，我就在报纸上，我说这种什么屁诗，用笔名骂，笔名，骂了他很生气，他这个人不知道是谁。我就在上面偷偷的笑。就是您父亲那时候。其实都卷入到中国政治里面嘛，他为什么跑到南洋去？不就是当时的党争吗？我看看你姐那个姐姐回忆，她笑死我了，说她要去参军，因为可以到处旅行。对对对，我说还有这种方式。这个词是她教我的，喜欢旅行。对对对，一染上完蛋了。我很多地方像爸爸，年轻的时候喜欢打三七针打领带，我喜欢。像我爸爸，我爸爸打黑领带，只是很少很少很少，黑领带是丧事的时候才戴的嘛。你不然就有一个人打黑领带哦。所以他属于那种很资深的文艺青年。包括我父亲教我的准时守诺言，这是等于是其实老派中国人的 moral code。 我认为很好啊。父亲对日本应该有恨吧？也没有，他不是我姐姐也写了吗？给他、叫他去搬那个东西，给他踢一脚什么？对啊，我不看坏的也没。但是我觉得这点其实也是很困惑我的，蔡先生，就是，但是我是总是觉得，不知道，就是我其实我很喜欢，包括你，我觉得你的父亲是那代人身上都有的，就中国文人的那个天下还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包括顾炎武说那种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嘛。读圣贤书，所谓何事啊？您父亲讲的吗？是就这个东西吗？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怎么？就你要完成平衡啊？怎么办呢？后来你发现，吃吃喝喝才可以平衡。来来来来。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，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啊。斌哥希望拿一个壳来给我，拿一个壳来饮汤。差不多了吧。谢谢。够了吗？还是你觉得呀？我觉得当然可以一直聊下去了。对啊，就是我我不知道蔡先生的时间问题。您的时间，我可以、就是，但是我就是，我们换这个地方。可以啊，换个地方。我当然，哎呀，想跟您一直聊下去嘛，这太开心了，这个。拜拜了，小心小心小心。
别这样拍了，等一下、啊、小心。我们去到那边还有大把机会拍。好。给他们尝尝这个。啊，是用冰的凉的喝的。哎，凉冷泡冷泡。哇，这么好。冷泡茶，来来来。其实那个比较出味，另外一个这个很快出味道。甜甜的，还甜的。嗯，这是肝是吗？对对对，猪肝、嗯、猪肝里面有一块肉，因为有吸了猪肝的味道，特别好吃。好，吃吃吃吃吃吃吃。好，哇，这个味道好充分呢、啊、好吃吧？嗯，很充分。嗯，我记得以前看形容加缪的一句话，说好像加缪自己说的，一个人如果是个感官主义者，嗯，一定是个道德主义者。嗯，那敏感吗？那、嗯、所以这个东西对您来说怎么敏感的一个人？很，食物是本能嘛。嗯，有没有常常忘记本能呢？对，其实道德也是本能。哎，吃得好的话，自己高兴，对别人也好。嗯，这很简单，再简单不过的道理。嗯，而且健康有两种了，我讲过的。嗯，一种是精神上的健康，一种是肉体上的健康。嗯，你怕吃这个，怕吃那个。嗯，哎呀，这个很难哦，这个要练习很久才会。这个哦，待会再练一下。嗯，最有野心的时候什么时候啊？最 ambitious 的时候？最有野心当然是在邵氏那几年了、嗯，一直想说拍一部好一点的戏啊，拍一部好一点的，嗯、一直说对不起自己啊，太商业了，嗯、怎么样怎么样？嗯。后来怎么想通呢？后来我跟昨天跟你讲过嘛，我说你要对艺术有良心，你要对。老板有良心吗？你对人有良心吧、嗯、这些王家卫作品有多少个人死在你脚下呀、嗯嗯、有多少老板亏本啊？有多少人在支持你才会成为王家卫作品、嗯、就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、嗯、你如果他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话，你不要拍电影，因为电影不可能是一个人工业嘛，这不是工业、嗯、是一个团体创作，对对，大家都有功劳的、嗯嗯、所以开始写作嘛，写作一张纸是我的吗、嗯、啊，没有人控制我吗、嗯、我想做什么就是什么，做不好我撕掉了。哎，您说那个七八十年代，嗯，香港文化那有创造力，但是你说背后是不是其实来源于某种香港的流亡精神呢？比如说金庸先生写的其实某种是流亡文学啊，他被迫离开那么大的一个中国，离开江浙到了香港，他就想象塞北，想象大漠，想象那种武侠世界，香港那么窄那么小那么小的座位，你想象一个特别宽阔的自由的世界、嗯、他是对自己过黄沾讲那种沧海一声笑、嗯、香港没有那种沧海一声笑，倪匡、嗯、也是他就想到那么一个太空，对，就是昨天说那个问题，您说你看到很多黑暗的东西，或者说把它放在箱子里沉下去，或者或者觉得很多东西无法改变嘛，对。哎，你怎么看？其实中国文人那种传统呢，我记得是宋代哪幅画里面，就那个小鸟，森林着火了，小鸟去衔着水，衔一滴滴水去浇那个火嘛，那是没有意义的嘛。嗯。但是他觉得这个森林是我住过的，我看到它着火了，我怎么不能去，必须要去滴水去浇它呀？那这个东西也是中国，就您父亲身上肯定都有这些东西嘛。也是 对的，基本上都要这样。嗯。
但是要有一个过程，你也做过这种事情，也做过了，嗯，那么就做另外一种事情，嗯，不冲突的，嗯，不要想的太多呀，老兄，你整天想的太多，吃一点，吃一点，大家吃一点。先洗手间。嗯，哎，蔡先生，对，哎，对，不好意思。嗯，嗯。帮我哋买单。买咗了。边个买咗？哦，边个买咗？哎呀，怎么可以呢？我们去走走。帮我提一下。拜拜。嗯。这里很好，很好看啊。这个有一个卖模。玩具枪的啊，棒棒！啊、这条是剩下的唯一一条石板街了。嗯嗯。对，过去老香港的感觉哈、啊。嗯嗯。这里还有一个大排档。嗯。是剩下唯一之一的。那天，嗯，那个旅游局叫我来这里拍。嗯。拍这个大排档。嗯。我说你们政府。把大排档统统赶尽杀绝了，现在你叫我旅游局叫我来拍大排档回忆的、嗯，这是一大骗局嘛？你是骗人的，好像抽离了一下会比较吃，看东西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对对对，是这个问题。嗯，哎，就是年轻时候看那些什么陈映真呐、啊，看那些什么加缪啊，就觉得应该苦闷的人生是最好的人生。看坏了，就觉得要斗争啊，要这个。对呀，明白呀，明白呀，对。他知道这个时代所有的问题或者黑暗那一面，他知道，他理解，但他选择不去直接的触碰他或者。一直向前看，其实就要 catch the mood 嘛， catch 这个 zeitgeist。 但是中国文人，传统文人其实很崇拜失败的 failure， 是大家觉得很美啊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失败的一个 emperor， 一个君王啊。就您对这个中国文人崇拜失败这是什么感觉呢？从前很欣赏。从前很欣赏，现在有点嘛。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？怎么就开始发生变化了？从我开始要买最贵的器材，从我开始我要穿最好的衣服开始，那就30多岁40岁。嗯，我以前我听到生意这两个字，我干什么嘛？我以后的钱赚钱的机会多了，为什么要钱嘛？就是俗气铜臭嘛，什么什么嘛，做什么鬼生意嘛？我以前有很多朋友，很多机会给我做，通通不要。后来我开始做生意了，把我那些朋友骂的呀、啊，谁说做生意是不好的？谁说的？奸商怎么讲？奸商你怎么解释？我说，商者商量也。嗯，我先跟你商量，你愿意了，我才奸你吗？这过程很好玩的，而且你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，很好。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，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啊。这个事情困扰您吗？不要把那个包袱弄得太重。嗯，没有必要。嗯，我认为我要是一个人可以，那我来我自己来，您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，我就去洒头，洒热血断头颅，我可以去。
烦。我认为有时候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不了我自己了，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咯，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吗？但是在这个时代可能不一定解决，但是也会解决一部分。解不了，我觉得能解决一部分。这个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别。是吗？你还没有，你还没有，你要再过一阵子，你会同意。这话我记住。然后我们蔡先生，就是我觉得我们俩肯定会成为特别好的朋友。好，我们会一直谈这个问题。好。因为我也很少可以碰到一个朋友可以谈这些事情，就是很开心嘛。很开心。这些其实都压在我们心底，然后你跟别人谈，别人觉得很奇怪，你为什么想这些事情？然后我们，对呀、啊。接待呀。走下去还有很多东西看。那么我们好，北京见。北京见。特别开心这两天。OK， 好，我陪您过去。不要陪。好，听话。好，听老人家话。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，高度功利主义的，你什么都要完成有目的的，然后我做一个自由快活享受人生的人。他知道这个时代所有的问题或者黑暗，他理解，但他选择不去直接的触碰它。那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快活的人，风流快活的体面人，那也是最好的反抗啊。体面的背后事实上有原则嘛，那我觉得就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好处，特别大的好处。